这个尼桑特别英国范儿。你看英国那地铁啊，就是这个，嗯，然后那个现在这种 mini one， 这个叫 NV350，然后在那儿有一辆是 NV200，我觉得这200大概是排气量，中国，郑州日产就河南造，河南造呢不叫 NV200，中国改名叫 NV2000。现在北京和好多地方的警车都是这个啊，这就是 NV2000，NV200。就是以前警察有钱买特贵的车，现在已经是可能是便宜点了，省点钱了。这个车在纽约是出租车，也叫 NV200。这个车呢，它的重心很低，然后呢便于老人上下，像我这种老不长眼。你看它的车身很低，然后呢类似丰田的那个阿尔法。这个日产公司跟丰田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最好的两个汽车公司，中国佬非得爱说唯一就都说那个丰田汽车公司，其实尼桑也特棒。尼桑是跟雷诺合资，而且在欧洲名声特别好，就连他的老总格恩全是日本的，这格恩全是尼桑的啊。尼桑雷诺前两天跑的都特艺术，是吧？只有亚洲文明跟欧洲文明结合起来，才能弄出格恩来，才能用格恩的这种跑法。跑的时候据说装在一个大提琴匣子里边了，到现在也没公布是为什么跑的。格恩呢，应该有西班牙、意大利血统，就是拉丁人，就是地中海那边的人，所以是特别浪漫的艺术家，跑的都特艺术，嗯，我们都是强制车多少年就报废了，可是这是日本九州的福冈，你看他这些车都是老 Land Cruiser， 很老很老的 Land Cruiser， 到现在还在街上跑。而且日本那个使劲跟世界接轨，刚我说了点丰田他觉得Toyota 一听就日本话，不跟世界接轨，所以他现在的好车叫 Lexus。 Lexus 是拉丁名，第一个字母一开始 L， 你看多高啊， Lex， 结尾是 X 就像左楼的剑似的，咔咔结尾Lexus， 念起来也简单，不像那个老公司叫的那名儿都特长，比如举例啊，我说又只知道照相机，比如哈斯布莱德念起来忒长，日本要取照相机公司就叫 Canon， 你听着多短， Canon 也是拉丁字，最早的时候是 K， 后来觉得不好给改成 C， Canon 你念着念着就能发现它原来是观音，中国一说观音叫什么，男戴观音女戴佛，为什么呢？男的都想当官，说是观音啊，观音啊，但日本把观音翻译成 Canon， 造出世界上最好的照相机，一直到现在都是最好的照相机，我们能造好多好东西都造不出单反来。因为那个单反的技术含量高，它是复合各种技术复合在一起，九州考古队，这是我的队，
这是九州考古队的队旗，这是九州考古队的翻译官。对对对，我是翻译官。九州考古队的旗手沙和尚，沙和尚用的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华为 M30P 这个手机，能拍电影。这现在流行。